季军、最具人气奖的获得者乌达上台为我们演唱歌曲，有请。每次听这首《梦中的额吉》呢，都会让人感触很深。大家这么喜欢，乌达姆再给我们来一首好吗？大家要不要？要。再给我们来一首你拿手的好歌好吗？好吧。嗯。限定好吧。嗯，请大家欣赏。
乌达木还得留步一下，都不想让你下去，因为他家太喜欢你了。听你的歌呢，就感觉我们到了这个辽阔的大草原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你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北方星报公行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周长祥先生，周长祥先生为我们乌达木赠送礼物。